花园。哦，原来真多偶像剧拢来遮翕。啊，我下面躺个店。嗯。看你要鱼。哦。鱼小排。啊，我那里。哎。我们有个招牌菜了，黄金六两。你要看看是。什么什么什么招牌？黄金六两。对对。没加。街头鸡。大份的就。哎呀，啊街头鸡啊惊，啊加上你管。我恁家那罐，黄金六两，黄金六两 ，OK， 好，前菜啊、这个是前菜，皮，猪皮浓汤啊，它有个名字不太好听，所以我一直都没跟他。为什么？就叫法式马赛海鲜猪皮。法式马赛猪皮浓汤。就是南部那个城市，但是对，但是不能讲，就把它拿掉了。金六两，六两，六两，那我加水的。等一下，六两肉。明白。只有这一条长长，那我们把它切切。啊啊啊！像最早以前都是那个铁板鸭皮，以前都像什么红花那种在用。无啦，伊无比咱较大声音啦。这个猪肉我上大声音，啊，本来就人台湾人讲叫六两嘛，六两嘛。哦。啊，因我就讲，啊说六两嘛，我合作黄金六两。啊，到尾因这人地方性很合作啥，什么松板猪啦，啊，这人阿狗讲的，那有松板，那有猪。松板只有牛啊，没有猪啊，哎呀。哎呀，他们这讲啊，这袂使用。加那个鸭胸，葡萄鸭胸。哦，葡萄鸭肠，鸭胸，葡萄鸭胸，就是伊啦，差不多啦，黄鸭差不多，在婚礼的，对，这个叫啥？有，这是那个意大利，意大利香菇意大利面，时蔬，哎，你那个远远那个地方那个是结婚嘛？结婚的，证婚的，草地，这不是证婚的，哦，草地要证婚的对吧？哦。所以来这里当绑魂类，绑完队当枪狼队。那里那个蓝色哦，蓝色那边教堂啊，好像教堂。我问一下，在办戏上头，在办戏霸的啦。戏霸的啦，哦，当然了，你要看，这是德国猪脚，没有啊，贵宾卤。贵宾卤。譬如谁家绑魂？我不知道。譬如谁家？海尼根呢？因为有用香料啊。对啊，香料是不能吃。对海尼根的风格啦，这有 NCC 料以内。这现场有真多直接结婚的人新人的相片。好，来家这几、欸、这几天典礼哈，留下照片，有些就会留下照片呐、啊。我您改到见证的地方了。哎、欸，没有了，也是说像就像部落格一样的嘛，是留一个纪念这样，都户外的，完全在外面的，也有我们室内的厅的。这是剩啥？瓷瓣呐、啊，这个巴厘岛风格。哦，瓷瓣啊，巴厘岛的风格。哎，这就是用瓷瓣，哦，还有这个白色外墙，鸡蛋花的树啊，还有这个。啊，这一栋是什么？本人的那个。哦，那主人那这不是蜜的套房。啊，这是用新人用这个做证婚台。用哪一个做证？哦，上面那个巴厘岛那个当。证婚台东西都搬走，只留奖牌跟那个啊啊啊！现在笑脸弄啊，那爱说蓝天啊，哦绿地啊，啊游泳池畔我爱你啊，嗯对，安尼靠舞了，哎罗马的歌哈 ，romantic， 侯佩岑伊那边明星拢起码拢流行，下面倒下面倒啊，对，谢谢啊，你要看一下嘛是，那个照片镜嘛无讲偌好看。那我相信在你这里拍最多了。我这第十几波。啊，这是教堂嘛，哈。对。那。从教堂啊。啊，这是。那个新娘休息室。新娘休息室在这里面，啊。所以也当三口往后，阿威家行这边教堂。行进教堂。嗯。
就来啊嘛吼。哦啊啊，这内底嘛是当哦水板桌呢吼。大家吃饭啦，啊啦，还有证婚在外头。那证婚在外面。哦啊，你这内底拢是防火的。完全防火。防火建材。地毯、窗帘，即马无防火就袂记啊。对啊，餐厅一定都有。就像那个台中的那个阿拉，叫阿拉布这样。地上全部都有那个防火的牌子、啊。所以那是雨天型的，咱们这来在举行了哈。哎、啊，你如果说真的办那种完全户外，就吃饭也在户外，比如说像上礼拜，如果天气那么热，来一个鸡汤，来你要喝来的不？热的不要命的，来一个鸡汤。我人那种户外在这边户外吃饭的啦，有了还是。還是哪台北还是有了，卖、那个，那种软布的。我那个，啊哈，咱们这個草坪宾馆就对了。对算好戏，他无买伊落雨嘞。你讲的。当然，但是我们这边好就是说，按到落雨就是俩地形。对对对。周五拢有乐团伫只表演就对啊。